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呆萌啊。今天我们又来看一期啊，看一个录像啊，比较有意思啊。今天中秋节啊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啊，就给大家拜个早年吧。啊，这边一起健康的话是有魏国和蜀国，我们这个肯定是选蜀国的连环月。连环月在某种情况下，或者说大多数情况下，它是比诸葛月英更好的存在，因为凤雏。
当时我直播的时候就有人说，哎呦，我这算了吧，这反正打不过了，这工资发出来了，没希望了。就这个时候就有已经有人说要放弃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啊已经选了黄月英这个武将了，黄月英这个武将没有脱拐，没有放弃。好，我们接着看。现在虽然说啊人家有12张牌的大牌差，但是我们不能放弃，我们要继续玩。雷杀闪。啊，这边没有收到吕蒙，还可以。这边直接亮黄月英啊。好，闪电就不挂了，因为我们的闪电的话是张角后改，而且司马不一定能活到下一轮了，所以说闪电就不挂了，留着。好，这边放一个南蛮 ，A 一下群雄，清一下杀。注意点儿。杀。啊，陆逊也是，时候未到，已经是蓝镜了，可以走了。被看穿了吗？巧施美色。这边我们再救一下司马懿，让司马再反馈一下。出来混，早晚要还的。前面把涅槃给打开啊，防止待会袁绍射箭的时候，张角来劈我们。袁绍的回合他射箭的话，张角是后改的，张角是可以劈的。就是这边袁绍就直接放箭，他应该是被反箭了一个啊，被反馈了一个桃子或者伞，所以说直接放箭，想让张角直接劈死司马。为我所控。好，这个时候是不是特别劣势了，对吧？当时我直播的时候就已经一片的弹幕说，哎，算了算了，托管吧，放弃吧，打不过了。但是我一直在说一句话，就是不，我是黄月英，我不托管，我不放弃。黄月英没有托管，没有放弃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为什么我们不放弃？这边孔融没有杀。谁的都是我的。好，说完了，我们为什么不放弃？然后我们来说一下群雄的失误啊，机会是给有把握的人的，这个时候孔融开始给我们机会了。首先他的第一个失误横针，这个时候他不应该横针，他横针撸空了队友的牌，然后撸掉了桃子，自己吃掉了。然后他帮我们放了一个南蛮，他就是群雄现在很自信啊，对吧？你反正黄月英一血了，放个南蛮游戏结束了啊，这绝逼自信，放南蛮了。就这种玩家就很容易就是在优势的时候就膨胀，我们就要抓住他这种心思，对吧？把握住他那种膨胀的心理，我们绝对不放弃。恐龙说没杀，那肯定的呀，之前吕蒙放过南蛮的，清过杀的，你横针肯定没杀呀。这时候我们直接涅牌三张牌，他只要没顺到我们的这里的是恐龙的第二个失误啊，第三个失误，第三个南蛮是第二个失误，第三个失误是他去杀张角。为什么杀张角呢？因为张角这边一直在暗示啊，你随便杀，闪不了算我输，然后他就真的去杀了，那肯定没闪呀。你疯狂暗示有什么用？没闪就是没闪。好的，他扔了闪给袁绍。好的，这边是群雄的第四个失误，张角的第一个失误。开五谷风灯，开五谷他不应该开。然后呢，看他五谷拿了什么。这是张角的第二个失误，群雄的第五个失误，他不应该拿九。如果我是张角，我绝对拿这个槟榔寸断，不让黄月英摸牌，减少黄月英的摸牌，就是减少黄月英的爆发。他这边选我们肯定拿决斗啊，肯定打输出啊。好，他这边拿了个九，选择了九杀我们，我们无所谓啊，我们反正就一回合，我们的翻盘点就只有这么一回合，不可能有下回合的，所以说我们一血和三血没有区别啊，你就九杀就好了，对吧？好的，
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我们的回合了，对吧？群雄已经给了足够多的机会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握住机会。如果我们之前托管了，是不这边直接出属性杀了，就算是毒菜吃了也没关系，毒菜吃了也没关系了，因为不管是留黄月英还是留庞统，我们也能打得过袁绍，手上这么多牌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边直接吃菜可以了。这是第二张属性杀，第二张属性杀的话，为了防止他还有闪，所以说我们第二张属性杀要保证能中的情况下再去杀。这边断我们庞统啊，无所谓啊，没有梅花了，好的，把它顺过来，再开个代劳，啊，最后再杀一刀。我冤家怎么会输？好，这个游戏就是这么赢了，对吧？谁能想到一开始的时候，对吧？像老板发了工资的时候，啊，盟军全部死完的时候，就剩我们一个人了，对吧？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啊，投降吧投降吧，托管吧，反正输了，打不过了打不过了啊，我就是一直在说不，我不投啊。黄月英没有投降，就一旦你选择了这个黄月英这个武将，你就失去了投降这个按钮啊，不能投。这是在国战四国女神啊，黄月英、甄姬、香香还有貂蝉里面，黄月英是上限最高的武将，啊，所以说他不能拥有投降这个按钮，好吧？
啊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然后左下角有直播，有直播地址，还有投稿邮箱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。右边还有神奇的二维码，大家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。祝大家中秋快乐，拜拜。